如果真的离开，就什么都没有了。搞不好哪一天你会变我特助。他自己离开公司的，我没有对不起他。谢谢你在我最失意的时候陪着我。我想我以后应该还是会很忙碌，因为我要当陈素馨的特助啊。三立都会台30频道，每周六晚上10:30，那一年的幸福时光。